看玻璃有擦干净的好处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天那个离开酒店哈，那如果要还回去，我们要记得给他擦玻璃，给他 say goodbye 了，有时候这种小习惯哦。那个光线比较强啊，你们自己要注意一下。刚好遇到今天是假日，他们都还在睡觉。有没有湖？我们跳下去就知道了。没有啦，这是一个山峦。山，还不是影啊？对，还不是。